燃烧吧，让我看看你的本事。山海经神兽凤凰果然名不虚传，真不愧我加班加点的制造出来。喂，你们三个立即准备工具，我还要继续优化凤凰。你们怎么这副德行？因为通宵加班的是我们啊。哎呀，别再偷懒，立即去准备。哇，这森林真大。嗯，这个地方叫什么呀？我查查。哎，这地方叫枯黄丛林。据说因为地底有大量的火山泥作为养分，所以这里的树木都会非常高大，是山海经世界里最巨大的森林之一。这些树都非常巨大，证明需要更多的营养，可想而知泥土里面的能量是有多么的充足。而且这里的植物都很神奇啊。是啊，这些地球可没有啊。我们对这个世界并不熟悉，可能存在未知的危险，大家一定要谨慎，千万别轻易相信。啊，那边有像双手剑的植物。哎，啊，在哪里？我看看。你不是不相信的吗？乐乐呢？乐乐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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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好大的地方啊。哇，这么高啊，要怎么下去呢？早就想试试了，乐乐跳伞，冲啊！呀，还是好恐怖啊！哇，你怎么了？乐乐，你干嘛坐在地上？你突然走开，让我们好找。肯定又是自己跑来玩了，竟然不带上我，哼！哦，对了，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啊？这是什么？机械零件。机械零件的话，肯定是天网的神兽了。那这神兽到底是什么样子呀？等等，我用电脑分析一下。哎，有了，这是名叫凤凰的山海经神兽的羽毛。凤凰？据说凤凰中有像鸟一样的头部，但是颜色鲜红。哎，听说头上还有两条触须呢。对对，而且凤凰还有一双大翅膀，翅膀自带火焰，非常的帅气。所以遇到凤凰不能硬碰，
现在了解了吧，乐乐。哎，乐乐。乐乐吓跑了。看来还是小孩子呀。就这样的描述也能吓跑胆呢？对呀，我们可是精英中的精英啊，任何事都会勇敢面对，是吧，各位？没错。哥。着火了！凤凰发出的火焰可是接近2000度的，我们必须走出这个森林，这里对我们太不利了。糟糕，我们完全被火包围了。乐乐，已经没有退路了，只有打败凤凰了。好，钢铁飞龙，神兽武装。你随便放火，先把你敲晕。好热啊！哎呀，好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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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烫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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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屁股烧着了呀！怎么样，斯托勒？我的凤凰的攻击力可是最顶级的。而且它可不只是只有攻击强哦。别以为只有你能远程攻击。不行啊，它太快了，根本打不中它。乐乐，我们分析得到，凤凰有很强的敌对攻击预判能力，只要我们展示出攻击，它的回避率可是100%啊。啊，那怎么打呀？那只要不是我们的攻击就行了吧。喜欢飞，我就让你飞不起来。呀！啊！我的凤凰，不要啊！
看来以后再也不敢乱跑了。很好，乐乐，知错能改，希望通过这次你可以成长起来。哇，彩色蝴蝶！看来乐乐还是那个乐乐。对，不会改变的。反手，锤子，胶带，哎，胶带，防水喷雾，我去拿防水喷雾。很好，完成了升级版的凤凰。老大真厉害！老大，这次凤凰有什么特别之处吗？这次我强化了凤凰的攻击力，而且还喷上了最新的科技防水喷雾，来应对对方的属性攻击。怎么会有股草莓味儿？老大，你的嗅觉真好！我们为你准备了草莓面包作为下午茶。哇，不错不错。我刚好饿了，准备得非常不错。瞧我水漂打得多远。看我的吧。还是我最远。你运气好，下次我会打得更远。好，轮到我了，看我把石头打到对岸去。这不可能了。咦呀！这石头的质量真差，浪费了我完美的打水漂天赋啊！你明显就是技术烂好吗？乐乐，打水漂是很有讲究的，石头的形状、出手的速度、角度都很关键。最重要的是要有耐心，学会运用巧劲。特制水漂石头，侥幸石。果然还是泡桐物的问题。石头越来越不行了，你技术烂到爆了好吗？好啦好啦，我就是没有耐心，技术差，反正我也只是个小孩子。乐乐，有自信点，你只是个头小而已了。嘿嘿嘿，真是多谢你的安慰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怎样才算是一个合格的战士呢？合格的战士需要冷静的头脑，强壮的体格，遇到问题永远不会退缩，知难而上，勇敢面对。冷静的头脑没有，强壮的体格也没有，这样我根本做不了战士嘛。也不是，就拿打水漂来说，无论对手是多么强大的海洋，石头都会知难而上，乘着水面勇敢直前。我懂了。哇，好漂亮啊！你们看，那是我们之前经过的湖泊。这样从上往下看，那个湖泊就跟蓝宝石一样漂亮呢。不如我们今晚就在这里休息，等到傍晚，我们就能从山上看到日落了。哇，日落啊！这种地方的日落究竟是怎么样的呢？好美的日落，我好幸福。
干嘛呢？小孩子的世界真难理解。嗯，那是什么？火太厉害了，至少先灭火。灭火？你们看，那是我们之前经过的湖泊。对了，之前的湖就去那里吧。嘿嘿，司徒乐，怎么跑了？这么快就投降了？湖边了，好，来吧！乐乐自创忍术，水柱召唤。哈哈，怎么样？这水在附近，也就伤不了我。你以为只有你是不受伤的吗？只要我凤凰飞得高，就算下面是大海，你又奈我如何？可恶，飞这么高，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？乐乐，还记得打水漂吗？打水漂？瞧我水漂打得多远！好，轮到我了，看我把石头打到对岸去。怎样才算是一个合格的战士呢？无论对手是多么强大的海洋，石头都会知难而上，乘着水面勇敢直行。我懂了，我知道了，要退敌就得勇往直前。我水漂打得这么烂，但在这里是好事。没用的，我的凤凰喷了防水漆，水是伤不了我的。怎么可能？我
的凤凰可是防水的呀！当时把草莓喷雾和防水喷雾搞混了。哎呀！乐乐，机会来了。好。狂沙暴风炮，司徒乐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乐乐，这次的战斗非常棒，你的技术又更上一层楼了。嘿嘿，是吗？大家快看！啊，哇，是日落，好漂亮啊！而且湖水里还有草莓味呢，这个世界还真是惊喜不断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